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打，近一点打，近一点打。来，靠近，前进，全速前进，进行攻击。Attack！ 为了你们的祖国。新的一年，新的边缘。新的边缘，他放烟雾弹，难怪打不到。来上，哎，行不行啊？子弹都快打光了，剩一半的弹药了，史上最愤啊！对方连打都不想跟我打，没差，反正打不到我啊！快点，快点，装填，装填，丢打他！哦，感谢干爹，谢谢干爹订阅。该上了，该上了，还不毁了他？为了助国啊！助国，助国！哦，打穿，打穿，打穿了！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动力室下被打穿。他是这个船好像是有登陆战舰的，那就是好像是冲到你家面前之后呢，贴着你，然后做那个登陆进行攻击。我们就远远打，点放他，他都不敢靠近我，到底为什么？烂角度，我船飞不起来没？好，该上。进去撸他，哎、欸，打准一点好不好？那很烂哎、欸，没弹药了啦，没弹药怎么办啊？只能用撞的啦。好，前进，子孙们，我们先诱惑他过来攻击我们，好。打我啊，打我啊！快狙击手攻击，只有一门，这艘船只有一门枪。太K了吧！哦，着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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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灭火，没弹药，只能打用身体撞了。你看他们的船员，他们船员都被射死，还在那边挥手是怎样？医护兵，靠！第一艘这么烂的国家的船，我都要打那么久，这艘船完全不动，他也可以吊打我哎！谢谢我们的 QSC0713， 谢谢干爹。神风特工厂，加油好吗？打快一点，打核心是对对对对，这样打就对了，没错没错。哎、欸，他到底还有多少修理材料？疯狂浇水哦！碎碎碎碎碎碎碎，没水了哦，没水了哦，烧烧烧，又打死两个船员了。火力攻击，火力攻击，哇哇哇哇哇！等等等等等等，移动移动移动，危险危险危险，往前往前往前。先往前啊，直接进行一个魂的转移，我直接被水晶矿压制啊！橘色，橘色，不要停，不要停，不要停！好，我们在那边预备，等到他掉到地上的时候，他引擎没掉到地上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来一个致命的一击。你看他后面这个船舵已经坏掉了，他直接掉下来砸我哎！好啦，冯二号，看来这个城市应该是会被我拿下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粪 K 已经进化到如此了，哎、欸，不是吧，大哥，你怎么又火啦？金杰，你怎么火啦？金杰，啊，有了，中了，赢了。缝合没有弹药，哎、欸，这个城市也太烂了吧？温和的接管，残酷的接管，温和的接管好了。好了，我们现在有1200多块，我待会想要。存大概2000块做一下我的神船，我待会用我的神船去这个进行这个大规模攻击啊！现在已经攻下两个城市了，温和的接管。我们先等这个船，这个地方已经修那个被我们收复到国土里面好了，可以造船吗？还不行，建造船只9487，94狂，还不行哎、欸，还不能造。为何没办法造啊？九四八七就是为什么没办法造？对啊，钱够啊，建造，钱够不能造。他说灭火器、火焰喷射器不能够使用啊。我知道啦，我知道为什么了。防御，建造，这是我们刚才打下来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先帮他做一个基本建筑物好了。看一下，我要怎么帮他建造建筑？设计建筑啊，有了。好，这边是设计他的建筑物。
做啦。窗口，可是设计建筑物应该是不需要铁堡，铁堡叫铁堡的地方。我看这如果它是地面的话，应该就只要有弹药库就好了吧，对不对？看一下这个位置还蛮适合的。优格跟某个实况主结婚，好励志，老皮加油，唯一支持。我也希望啊，好不好？我努力好吗？他可以盖在地底里吗？哎，可以耶！是怎样？这是怎样？请问，金妈这喜欢做乱七八糟哎，这个铁堡弹库，我们一个弹库，两个弹库，我觉得把它分开放好，不然它爆炸的时候全部一起爆。灭火系统 bug 防空炮，好弹药库，就弹药库总共是两边啦，然后我们盖多点防空炮。可是他们这个还是有那种地底的攻击，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地底攻击。然后这边就是用，他们是用那个电梯来移动，用电梯进行快速移动。电梯200块，还好，电梯70块而已，没有很贵。然后呢，这边有大量的就是陆战队员，就是变成说，如果对方想要直接用登陆的方式呢入侵到我们基地，我们有很多的那个地面部队可以跟他们做消耗。我把它放中间一点好，核心位置。哦，核心位置。大的那个大规模编队，然后应该还需要暂停室吧？哎，沙丘，为什么我跑到飞天空上去啊？移动，这是 bug 吗？还是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等一下，我把全部删掉。怎么会这样？哦，有了。被轰炸的鸡鸡哦，对啊，我们这上面要盖稍微广一点啦，上面要盖广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电梯嘛，所以它运送弹药是很快的，我们可以盖大一点的炮在上面。这什么东西？超大巨片呢、欸？光这就700多块了，我这一艘船什么都不用盖，盖一个这个那个某科学电磁炮就要花1600，这如果重力发动就爆掉了吧？我只要打一发都够了，有没有？我的弹那个弹药，一个弹药都可以比我一个房间还要大了。1600块，还是什么都不要盖，我们就盖个帐就好了。一发跟你拼了，有没有？哦，好猛哦！666，反正可以用重甲，不需要飞。对啊，我也觉得。然后盖一个舱门，舱门可能要盖前面一点点了，不然的话，对方直接打进来的话，我们就掰了。好，那我们先造一点医护室好了，造一点医护室。担心说，如果说有人不小心重伤的话，他们可能就还可以利用这个医护室来去做这个补给的动作。兵营，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很多地面部队跟那个相关的东西，大炮。现在钱不是很多，我觉得先装大炮就好。先弄大炮，3、4、5、6门炮，两个弹药库应该够了。然后我们再装一个防空炮，这样不管说你是正面来还是背面来呢，我们都可以轻松的将它击下来。这个是大规模覆盖火炮，是这个吗？好像不是这个，防空炮是不是这个？防空炮啊，有这边有防空炮，只能像这个，可是只能打正上方而已。感觉蛮愤的。好，这样就花1000块了，应该够了吧？建筑不能放置在这里，什么意思？啊？好，这游戏到底在干嘛啊？这游戏没有干嘛，就是你要设计自己的要塞，然后防御敌人的攻击。那
他游戏当中有很多的入侵的方式，比如说肉搏战入侵，还是把对方击沉，甚至说你可以去抢对方的船，等于说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艘。其实我觉得免费获得船这个感觉还蛮爽的，好像有点太多兵营。供应酒，对，兵营不太够。再放一个，然后装甲嘛，它全部都铁的、欸，移动，好，移动吗？哦，这边可以，这边可以，好，建造，然后它就是会慢慢的经过时间慢慢建造，这个需要花1000多块 ，OK， 没问题了。好，那我们就是先防御到把它建完为止了。那我们就准备来入侵下一个目标了。哎呀，趁他们在交战的时候偷打他们家，打得下来吗？靠，两艘船哦，他船感觉好酷哦，我打得过吗？这感觉有点难打哎。三艘船，哦，又有缝合，缝合算他们的母基地啊，缝合是他们的母基地，碉堡反了是不是？方向反了，真的假的？没有啦，我们防御在这边，防御放在这里。三艘船，古灵精怪炮，向后射又向前射，没盖反啦，我们刚才防御方都在这个位置，所以进攻方这边，防御方这边没有错，没有反，没有反。洪师傅攻他下面，哎、欸，怎么办？这好像有点打不太过哎、欸。节目效果大家不要紧张，没有，待会再换就好了，不急不急不急，可以改齁，可以改。啊，怎么办？会不会打不下来啊？古灵精怪炮，不用怕啦，不用怕，没关系，我等下改就好了，等下改就好了。打打打，不管，先上先上。我靠，哎、欸，缝合来，缝合来，缝合来了。来啊来啊来啊！保持距离，保持距离。他直接硬过来撸我，不要炸自己人，不要炸自己人，碎啊碎啊！北七北七爱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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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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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空投轰炸，空投轰炸！炸炸炸炸全家炸全家！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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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缝了被缝了被缝了！四天，靠，飞不走啊！这怎么飞？哇，剑桥爆了！什么大失火了？我这样打不到对方家，对方也动不了。看完了，我还有人活着吗？这里好像都死光了，糟了！陆战队员吗？有办法上吗？哇，这也太惨了吧！阿拉花乖。打得到啊，打不到啦，只能逃了。解除武装，爆了！靠，爆一烧啊！哎，都还在啊，两烧都还在。他们还没有彻底被摧毁掉了。要逃吗？先回家补血一下好了。对方打过，对方直接打过来了。三艘船，那缝合有点太夸张了、欸。糟了，又是缝合怪。等一下，我古灵精怪枪还没做好啊！大哥太快了，古灵精怪枪还没完成就被进攻了。我往后拉一点好了。好，远远的用狙的应该可以吧？我觉得还有得打，直接飞到这艘船上面，逼他！快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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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他一直想要狙我哎、欸，真的很坏、欸。闪啊闪啊闪啊！快走快走快走走啊走啊走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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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没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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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那船的那个炮舰被撸掉了，他没炮舰可以用了。靠！一直想撸一直想撸，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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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他飞不动飞不动，他速太慢他速太慢了。狙他引擎室，狙他引擎室，狙他引擎室！
卡他卡他，不要让他飞，不要让他飞，卡他卡他卡他，撞啊撞撞，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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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渡渡渡渡渡他渡他渡他，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不要怕不要怕，会赢的。没子弹了吗？还有啊。赢了赢了赢了，活了下来。他们没弹药了，跑掉了。输了 boy 哎，靠，补刀哎、欸，被补刀了啦！而且我鬼机关AI， 等一下，哦，可以可以可以，好险好险好险，哦，没盖反没盖反。等一下，我船都还没修好，你可以看我们这边刚才那个防空炮全部曝光了嘛？就是他那个你的船舰呢，它会随着战斗然后爆炸，你必须要回家让它修理哦。断了，这会不会直接轰炸？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那个轰炸设备。挑战者旗舰，帝国舰队。我想一下，如果要打的话，在哪边打比较好？往后一点拉呢？这个位置好了。然后我们堵住后方，因为我们后方这边是完完全全没有攻击手段的。所以待会我们就是尽量往下连躲掩护后方好了，不要让他们靠近。开始开始开始。哦哦哦，来哦来哦来哦！我跟你讲，帝国算什么啊？军国主义是吧？军国主义是吧？我直接飞上来、欸，他直接飞上来怎样？哎、欸，操，这个有点唱秋哦。让船员，我靠我靠，这哪门子战术？我第一次见到哎、欸、哎、欸，这战术有点新颖哦，哈哈哈，大哥，你这战术挺新的挺新的，堵他堵他，我、哦、直接撞我的船，好，往后拉往后拉，飞高一点，别让他飞上，别让他飞上去，别让他飞上去了，别让他飞上去了，堵好。来啊来啊，只要你不到我后方直接转向打我的话，我基本上秒杀你没问题啊。看一下，放弃舰转让船员是怎样？哦，是不是你那个船上面的人死掉的话，你可以用地面的这个直接补给人数哦。可是我这边都还没有那个登陆船舰，不然我可以拉这两艘船。哇塞！对方已经准备好要登陆了，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就是要登陆的队员，海军陆战队。他们是打算怎样、啊？我看不懂他们战法，推了这个浮空岛，然后呢，爬在外面是怎样？大哥，危险啊！危险啊！快下来啊！呜！哦，下来下来了啊！坠落坠落！哦，快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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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好险，没关系，基地给你炸，基地给你炸。没来怕了，来堵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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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一点往前一点，开玩笑，我这边多少守备队员，好歹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八十九十九个，哎，怕你打，永远忠诚，没有弹药了，我靠我靠，硬靠我家，哎、欸，赢了赢了赢了，哦。好险哦！你看到没有？冲到我家，直接弃械投降是怎样？禁止，阴谋不屈，是不是？是不是？别来啦！你打不过就不要来了。维修80块，我好像获得一艘新船，是不是？改装，2600块。加入联盟，建造船只。为什么还是不能造啊？艘船这么帅，就居然不能造、啊？再造一艘。哎、欸，他是不是想打我家、啊？正在入侵我的城市。糟了糟了糟了！啊，哭悲哭悲！是啊，看一下，这边是我的旗舰嘛，对不对？一堆树。对方几艘船？两艘船而已，还好吧？应该还好吧？
好。这样。不自量力耶！不自量力耶！想登录是吗？叫什么光屎之类的？我这个中文字为什么这么虎啊？光屎！来啊，你就下来跟我打、啊。这两个什么东西？哦，漆黑城堡不能下命令。这也是建筑物、哦。他直接绕，他直接绕到我家后方了。他是知道我，他知道我们家后方的那个炮舰比较少一点，直接拉远距离跟我打。我靠，又来，美国神风特工队就好啦，太扯了吧！太扯了吧！撞下来跟你神风特工队，然后把我家全部拆了、欸，蛊惑了？不是吧？哎、欸，完了，要沦陷了，这什么打法？我第一次见过。等一下。待会我就坐上垃圾船跟你自爆就好了嘛。胜利啊，胜利！他们没有弹药，解除武装，然后我的闪光塔被整个拆掉了，太扯了啦！你 这什么打法、啊？这乱七八糟哎、欸！维修要900块，没钱啊！又来打我家了，又来打我家了！那！我靠！每个人都来强奸我就好啦，我又要被强奸了！好难哦！来，靠，完了，这个已经爆了，我这个没有船掩护他，他只要飞到我背后去，我就爆了，哈哈哈哈，我那个我的防空炮没修好啊，完了，要被强奸了，哈哈哈哈，救命哦，强奸哦！哎，我的援军呢？别的行动是什么？哦。仇恨值太高了，不是我们要，反正不管了，我先把他一艘那个旗舰打下来就好了。他小船我不管他，小船只有狙击枪而已。他主舰这边有一艘大船，哦，碎，来啊，爆了！这种 AI 也太笨了吧，你把他拜托起来，炸了！下来跟我打，别在那边用狙击枪打我弹药库啊，打不到了，没有用啦，不好啦。你来啊！敢不敢给我下来？撤离！靠，真的是很阴险的。我觉得他其实真的蛮贱。你看，他一直往我弹药库射。可是我弹药库的话，他基本上是钢板，钢板基本上射不穿了。他射不穿，我等他弹药打光之后我就赢。没有用，给你打，三倍速让你打，有没有？抽搐给你打。急花彩，因为这艘船它一开始就被我打到它的那个驱动器，它的那个驱动器你看只剩一颗小的，所以它速度太慢了，所以这个东西还可以浮得起来，蛮厉害的。来啊，射完了没？大哥射完了没？子弹还有很多嘛，不错嘛，很会射嘛，靠，弹药库爆了！大哥停了，拜托你停了啊！我跟你讲，这个击杀城塔。小洞也会造成大灾难，好不好？这个，所以我们要别了，别！我靠！太扯了啦！靠，很贱呢、欸！王八蛋，我跟你拼了！你杀我全家，我要杀死你！撸死他！直接正上方上他！他刚才那场战斗，他已经基本上武装都被解除掉了。我直接撸他就好，来！轰炸他！不要停！想跑是吗？来前进 ！Move back！五碎！爆了吧！那接下来只要把城市拿下来就好了。还是其实我只要。都打掉就好了，我其实也不用去弄他城市，对不对？注意哦，来，
让把我们刚才受到的苦难全部往他身上砸。Nice， 赢了赢了赢了！感谢干爹订阅，谢谢干爹。不好意思啊，因为刚才就是激烈战斗呢、哦，我们稍微花了点时间啊、哦。好，我看一下，哇，还能维修吗？维修要910多块，我钱应该是够啊，但是为什么我没办法维修它、啊？对不对？还蛮诡异的，钱是够的，但是没办法维修。靠，对方三艘船哎、欸，建造。要用这个方式来啊！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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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把基地往后拉好了，拉在这边，因为这个树林它可以帮我挡子弹的样子。然后这边也装一发。好，那我要把它改装一下吗？我觉得你可能要再装几个东西，因为这个浮空岛还蛮好用的，是说对方如果来的话，其实他没那么容易攻击你，有没有？好，河流河流，等一下。然后刚才有观众说，老皮，你可以设计看看一招那个可以进行登陆作战的船只，我等下就来做，好不好？先等我先把这个地方收复起来。红色那一国真的蛮贱的，纳西设计船只，好来来来，我来做艘船，设计船，是不是？刚才还有人说老皮买玩的什么粪 game， 现在这边说值了值了值了，买了买了，可恶，想买啊想买啊。哎呀，不要这样，好，不要这样。看一下，大烧的吗？移动城堡。好，我直接拉一烧大烧的，然后给他装上那个最重最重的那种甲板，有没有？然后直接向前撸一波，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浮力，速度要快吗？速度应该不用很快吧？基本上我只要飞得高就没问题，因为我现在可以飞到300。看一下，飞到哇，飞那么高哎、欸，1000多公尺哎、欸，够了够了够了，飞1000多公尺够了。然后我们装一堆宿舍，对不起，这边要先装燃料室啊，不然的话大家飞不起来。好，燃料室，然后修理跟灭火系统，这灭火系统是一定要的。然后可能这边还在装走廊，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走廊。料室修理，剑桥就盖这边，然后这边你知道我要怎么做吗？因为我刚才发现其实那个投弹仓其实还蛮强的，对于攻略城市其实很有用，所以我们待会就是这边下面拉一排那个投弹仓去投人家，感觉很爽。然后上面再拉一个弹药库，弹药库直接下来嘛。其实这边装电梯会比较好，因为电梯的话，它可以让我们的人呢。可以很快速的搬运弹药，所以我们这边装一个电梯，什么东西啊？上到下的电梯，把它取消掉，直接安装电梯，好，这样子，这样下来有没有？然后上面这一层呢，放弹药库，然后直接噗就忙下来了，这样应该感觉也是蛮快的，弹药仓。下来，然后投弹器是哪一个啊？这个吗？炸弹仓吗？4个啊，够了够了够了，觉得太粗了，不会啦，够啦够啦，然后拉一堆海军陆战队的营哨。我这边就是要来玩死他们的，应该够吧？建造的费用多少钱？1100块，还好，1100块还行。弹药太上面了，对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哦。怎么办？弹药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还是说我们把一个营哨改到这里，分散一下那个风险，分散一下风险。然后拉一个出口在这边，待会就出来之后直接可以爬上去打。这样呢？